我在这看着，万一情况不对，我就往家跑，这样咱俩还能有一个人不用捡包。这个龙，这个龙在抓那些鸟，它在抢我的饭碗。啊，我先把这个鸟杀。你后面跟了好多。这个龙，从我的角度看，好好看啊。它应该，我去，打我了。跑！啊，我的印扎机被他弄死了。嗯，叫什么几什么龙，我没看清，你光说很紧张。啊，他走好慢哦。哦，飞哥也死了。露露，我们快跑！没有那个没有剑了。露露，我们快跑！你的小公度也死了。露露，我们快跑！啊，天哪！我不能就是霸主，既然……啊，算了，我跑了。露露，露露，你跟上了吗？啊，不要。天哪！你死了！他才十四级啊，再有几个剑，我说不定能。我现在拼命的往家跑。床呢？我没做床吗？是的。怂了！我安全了，我跑出他的感知范，我在远处遥遥的看着你，你领着一堆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的一堆小怪过去，然后就顶上不停的闪红字儿，就咔死了，小心啊，那个怪过来了。我这应该没有，我得去。他就在你那边，在你山顶，在你脑袋上面那个山上。我要去做好多剑，然后回来报仇。真的，你那个怪现在就在你那个岛上呀，你回头看就能看到他啊，他在那和那个圣诞怪打呢。啊，你看到了吗？啊，我的印在球飞哥。我的露露呢？露露，哦天哪，那个龙过来了耶！等下，我等我做好多个剑吧。啊，这个需要，这不是需要木头的。哎呀，你啊，没有那个什么石头啊？你在哪？你有那个什么石头？我的石头都在露露身上，我现在不知道露露在哪儿。他应该没死，但 是我得去捡我的尸体啊。那个怪就在对面的岛上，你过去感觉就是送死呀、哎。他把树都弄倒了，最大的一棵树都被他弄倒。哦，我们的一天有必要过这么刺激吗？我只是出去旅游而已。不是，你在这么一个险峻的这个世界，你想能够好好旅游，你首先得自己先变得强大啊，这样你才能。露露回来了，我有那个石头给你了。露露你好棒！啊，找，哎，他还守尸。我感觉他刚刚就是在那找你，然后杀了两个其他的怪。哦，哎，他长得还挺凶巴巴的样子。刚刚我就说他看起来有点凶，所以我就决定不过去惹他。然后你的幼儿园小分队全军覆没。啊、哦、是。好可怜啊，他们就那种英勇就义的感觉，就现在看他们当时跟着你奔赴战场的那个背影，就可以配一个很雄壮的音乐。我在这看着，万一情况不对，我就往家跑。这样咱俩还能有一个人不用捡包。这个龙，这个龙在抓那些鸟，它在抢我的饭碗。啊，我先把这个鸟杀。你后面跟了好多。这个龙，从我的角度看，好好看啊。它应该，我去，打我了。跑！啊，我的印扎机被它弄死了。嗯。叫什么几什么龙，我没看清，我很紧张啊，他走好慢哦。哦，飞哥也死了。露露我们快跑。没有那个没有剑了。露露我们快跑，你的小公度也死了。露露我们快跑。啊，天哪，我不能就是霸主，既然啊，算了，我跑了。露露，露露你跟上了吗？啊，不要。天哪，你死了。哦，他过来了吗？我是地都震。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，你看不到我。哦，水里还有他的同伙。对啊，有两只啊，我刚刚就说有两只。
给我等着。我全力支持你，我给你做100多个剑。我们今天的名场面这么快就有了。你剑呢？啊，不是你呢？哎，我是在找你。那你过来呀！你在哪呀？你不是能看到我头上的标志吗？我不是加入你的 group 了吗？那不是为啥不显示啊？我是能看到你。是吗？我是在往你的方向走吗？能，我在河对岸，我一直在家这边。啊，行，那我在这，我现做吧。我现在着急，知道吗？急着报仇。哦。茅草。哦，我的。那我自己下水抓鱼吃了。我也不是为了吃，我主要是为了做麻醉剑。啊，这个房子开4个门还挺好的呢，是吧？嗯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这么说吗？为什么？就哪儿都能进来，还挺好的。嗯。我给你了50个剑哈。嗯。我现在要去再去打他哈。嗯，去吧，我就不去了哈。我怎么跑动有点慢的感觉？63个剑，他找来了帮手。帮手？帮手是什么意思？他旁边还有一个。可能是他的同伴呢。哇！哎呀！啊、fuck！ 我这边岁月静好，我在这里站着吃蓝莓、吃红莓、吃黄莓。但是你的这种精神是可嘉的，你知道吗？就啊，又被手撕了啊！好了。我去水里抓鱼了。叮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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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叮。啊，这是个好龙，这是个好龙。哈哈，我的露露跟着我下水抓鱼。用镐头取肉多是吗？斧头还是镐头？镐头。我跟露露的感情越来越好了。嗯。嗯，还错了。先杀几只鸟，先变得强，然后再来报仇。我现在满腔怒火，然后打怪也好，射箭好准啊！哈哈哈哈 ！Good for you， 我就在这里慢慢悠闲的打打鱼肉，为做的麻药、啊。他把那个我那个中立的也给杀了吗？我就说嘛，一群幼儿园小队悍然赴死，就是那个、全死了，一个没剩，只有我的露露幸存了。你知道幸存的关键是什么吗？什么呀？跟对老大，对这一点上我确实刚刚，那我就这个吧，我就训这个吧，他应该比我弱小吧？我看我能学什么，我能不能靠科技的力量来战胜他？没什么可用的。我开始打这个用头顶的这个铁头功了哈。嗯，你的名字可以再用一遍了。我因为他跟我
哎。哦，我差点被他，我差点被他打死了。他应该吃是。不知道你吃什么。给他果子和肉试试喽。对啊。啊，他吃果子。名字再用一遍。嗯。然后后面加一个序号二。就是二代飞哥呗。对。他继承了一代飞哥的遗志。和勇敢以及不屈不挠的精神。啊，找不到。毒箭还做不了哈。嗯。毒箭是能做几只？能做毒箭吗？能做几只？我需要腐肉。腐肉我这儿有。嗯，很多很多的。你现在几级了？能做那个毒箭？哼，我正好在需要的时间到了需要的级数。我感觉我现在是那种深藏功与名的状态。你看我，犹如一条蛟龙。飞哥。二代。啊，就用这个二，就用这个罗马数字吧，这样就显得稍微，就是更庄重一点。咦。我的露露和我的感情越来越好了，我的露露已经13级了，他的兄弟如果不死的话现在应该也是10多级了吧。不要再提他的兄弟，好不好？对，名字现在都已经给别人了，没关系，我们两个会一直相伴的。来，过来露露，我给他带来了新的兄弟。我们回家做毒箭。他就就中不中立，只要你就是死了，然后就、那个、不是中立的话是什么呢？我打怪他不会帮我打，但是我打的怪一旦打我还手了、他就会上前一起帮我打。来，我给你符咒放哪？符咒放到这个脖里面。然后我们坐个床哈。哦，你就是飞哥二代吗？木头和毛头，木头和毛头。床坐两个吧，以防万一，万一你也发生什么不测呢？我觉得我应该会变得更谨慎，轻易不会使。啊，兽皮需要很多兽皮，那是。放了，先做一个吧。你好快就放弃了呀！来，露露，我们去采黑果子。我是不是口渴了？刺激吗？这一天？还行吧。这个肉怎么弄啊？让它烂吧，生肉。我现在在烤鱼肉，所以说生肉就放到。在烤鱼肉是吧？嗯。那个什么风干香什么的。风干香我级别还不够。现在还没有是吧？嗯、那我先放在这个箱子里了。你别放箱子里，你直接放到那个做麻药的那个东西里面，让它烂吧。怎么也得留几个生肉，万一什么。我的露露身上有很多鱼肉。行了，等一下，我先坐个楼梯啊，这个太不方便。哈哈。所以说不是我的问题喽，不是我操作的问题，是吧？木头先一块生鱼肉，来给你喜欢吃的红果子。啊？怎么了？我给他长个生命值，让他的那个。增速能力稍微强一些，就是你好比带了一群幼儿园的小弟，然后去挑战一个高中
不良少年团体的团体长。然后这帮小屁孩贼兴奋，冲啊！好可怜。我觉得刚刚那块应该把我的屏幕变成大的，就在后面看贼悲壮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个一个冲过去，然后变成红名。我中毒了，我中毒了。行行行。哎呀，我昏倒了，快点过来救我！他在咬我的尸体，他在咬我的尸体，快点！你不用射箭吧？他这么快，你射箭？哦，他开始可以。哦，他把那个打死了。我是不是快昏倒了？是的，赶紧吃白果。吃白果，吃白果。哎哎哎哦，要不是那个龙，我也可能遇到不测了。飞哥二代是吗？所以你是怎么想的？用那么快的龙，你还射箭？你不是应该用矛什么之类的吗？嗯，对不对？我是因为在草丛里，我没看到他，就他已经直接就向我喷。你怎么也得带一些防身的。我有武器啊，但是我中毒了嘛，我往回跑的路上，我刺了他几下，然后昏倒。对，那个龙的尸体呢？抚摸它是什么？太平啊！这是鲁伊科斯塔。哎，那个，在这儿。三个锁，才13个锁屏。嗯，那个龙看到就要干掉，它和那个鸟一样可恨。鸟是偷东西，它也会偷东西。哦，只有我的露露在这里陪着我，陪着昏迷的我。你就这样把我扔在大雨中了？你是不是把我鱼肉拿走了？没有，你什么我什么都没动。哦，原来主头龙它是可以，它的用头状可以击晕对手啊。就我们就可以用它来那个，就是打晕其他龙，嗯，然后驯养它。那我们他可以打晕扇子龙吗？他会被扇子龙打晕吧，会被扇子龙吃掉吧。我给这个种头龙改名哈。嗯，就是我把它叫齐达内吧。他齐达内你知道吧？啊，不知道是吗？知道啊，很有名的吗？铁头吗？对呀，都给他造了那个铜像，用他用头顶马特拉吉的那个头像。不知道他顶的谁，但是我知道他反正是很有名的一个动图。我试着杀一只鱼。我也去，我们有的是肉，没有必要杀鱼啊。尸体呢？必须有燃料来生火，燃料是指什么？木头好像不行。木头也可以。行吗？嗯。哦，有点火这个选项。然后放点这个果子。来，把肉给我一点。对，我刚杀的鱼怎么不见了？在水底呢，你慢慢去找。啊，它是被水流给冲走的吧？哦，还这样。嗯，这个游戏非常的复杂哦，很写实。嗯。反正是一个挺好玩的游戏，我很喜欢玩的。嗯，哇，抓了这一只鱼，现在采了150个生命，可以让它慢慢腐烂什么的。可以放到这个钵里面让它烂，或者你放到那个锅里面煮熟吧，就是我们也要吃一部分嘛。嗯，我可以做大型储物箱了，这个我们需要一个哈。嗯，而且也可以做那个船。那个木筏吗？嗯嗯，你可以学三角龙的鞍。
木头放进去，石头放进去。我做这个主头乱了。放进去。你觉得需要就做呗。啊，我们得看一看那个奇乐会是什么样的。给你骑。行。我现在不太想骑，我现在跑得挺开心的，啊、而且那个肿头龙不太好看。好、啊，历史性的一刻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也要去看看。历史性的一刻怎么样？我可以骑乘了。啊、哦。啊，你也可以骑啊。你不说不骑吗？你不说他丑吗？看到了按键就要按一按吗？怎么样？可以。有什么能做其他事情吗？可以。还可以打是吧？嗯。你用右键看看。哦，那是冲刺撞头。嗯。它应该消耗体力什么的。嗯。饿了。哦。你是不是没喂它呀？啊。但是它怎么都没有吃的了呀？有啊。有吗？他吃果子吧，要不你放啊？你看看我放去了很多，啊、我放去了很多。嗯，我看看我的露露，啊，露露你又去哪儿了？你这样很容易没朋友的。露露不见了。他能进水吗？等我们去找一楼。哦，他能进水。哎，现在那个游泳过这个到对面，我们先抓那个三角龙。看到吗？你应该给我骑。嗯。你应该给我骑他。就是他现在需要跟我们去打仗，不知道能不能打得过那个三角龙。也不要让他打吧。不是，他的那个撞晕，这个很有用啊。那我冲刺了。这是三角龙，等级四应该可以吧？你来吧。我用这个啊冲刺，然后你在那个后面用棒子打，就是三角龙跟我战斗的时候，我先打了。嗯。哎呦，打得好痛啊！他跑了是吗？哦，不行，三角龙是来打我，来，哎，跑跑。哦Oh my god！ 好好好，他在追我吗？为什么这只来打我们呀？